咁點解我當初揀呢一科呢？係因為最主要原因係我嘅興趣啦。咁樣喺商業分析裏面會學到一啲有關統計同埋數據嘅相關嘅知識啦。咁喺中學開始呢，我有修讀 M1， 咁我都發現我對呢一個領域係相當有興趣嘅。咁好多同學啦，咁揀個主修嘅時候呢，都會考慮返個前途啦同埋嗰個行業嘅。但我個人認為啦，若果佢個人冇興趣嘅話，佢喺嗰一科嗰度都唔會得到一個好嘅成績，咁 turn out 對自己都唔係咁好嘅。咁樣呢個亦都係我最主要嘅原因，咁我揀咗商業分析呢一科。Business analysis 涉及好多唔同範疇嘅行業，譬如因為而家好多公司咧入邊都要有數據去處理，咁所以咧佢對呢一方面嘅人才嘅需要都好多啦。呢一科是可能学一些金融上面的分析或者衰退上面的分析，咁可以令到我更加去宏观去分析呢个经济环境的变化同埋趋势，从而可能对于我日后自己投资又或者做经济分析会有好大的帮助。